塞车。妈，我看电影去啊。你等一等。今天最后一次了，以后可不许了。为什么？明天你要坐柜台开票。不是有阿才吗？我追尾去了。那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？侬以为是不是晓得屋里向底细？以后要靠我们自己了，晓得吧？小姐，你唱得真好，真聪明。季先生，你唱得好。陶小姐，你答应不答应，总得说一声。请你原谅，我很感谢你的好意。陶小姐，我家里头只有一位疼爱的母亲。只要你答应我，我叫你一辈子都幸福。我可以跟你发誓，我要死。不，我不要你发誓。那么你要我怎么样呢？我刚才提你们俩人的婚事，他就回来了，这不是马上见喜吗？你们俩人呢，一定能够美满到老。快回来了。先生，你是来拍照片的吗 ？No。那你是来取照的，把收据给我就行了。No。We're making movies。我们是拍电影的。真的？你认识高占飞吗？当然认识。妈妈，来客人了。你好，太太。我们是电影公司的，想请您允许给您的女儿拍几张照片，可以吗？他们是拍电影的，他可认识高占飞呀。有啥好怕？李白，开门了！啊，这样美丽的房间，这样高级的马桶间，还有这样松软的棉床，就像我的心一样的柔弱。
真没良心，我是不会再等你了。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，我不恨你。是来了，我等你，等得好辛苦呀。看，gorgeous， marvelous。Isn't she? Yes, she is. Right? Beautiful. So beautiful. So beautiful. Come on. Ma, 电影公司跟我签合同了，下星期去拍戏。你走了，照相馆怎么办？现在一天能有一个客人就不错了。我得有自己的事情呀、一心想当明星，这份家业要败在你手里。电影公司给我的钱可不少呀，比照相馆的收入还多呢。拍电影这种事情不是什么正经事。那个老板待你挺好的啊。是啊，他人是挺好的呀。这边，这边。这哪能弄？哪能弄？那是个哈喽。他们承诺先拍一张，宋兄，准备开拍。不用查。好，大家安静。李奔，五十九场一镜 ，Take One。Camera， 这上头是什么？先生，上头是楼板，嗯，上面是条过道，走过去就是我的卧房。嗯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请。拍早戏，没几个钟头天就亮了。看，这是专给你租的房间，多么明亮的灯。
我还是回去吧。别害怕，这儿很安全。早点休息，明天早上我来接你。昨天夜里洗哪里去了？昨天拍戏太晚了。你再晚都要回家的呀，高高大大，那你可以要饭呢。回家跟我讲清楚，昨天晚上我没做什么呀，孟先生待我很好的呀。完了完了，我不能揍你了，我休息。妈，我今天夜里还要拍电影。今天夜里还要拍，还不回家，还要跟你那个孟先生在一道。孟先生真的是好人，我是公司的人，他是公司的老板。公司的人，我怎么眼黄了呢？那是我能呢，俺在屋里想把徐小姑娘她去拍电影，那跟我回来。妈，你别这样呀，我拍完电影就回去。
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
谁呀？人都哪里去了？哦，是你啊，你还来干什么？都散伙了？都散伙了，赶快领最后一笔工资去，不是还有没有呢？还在这里，你怎么还没走？走哪里去啊？你那个孟先生啊，卷着所有的古今逃到香港去了，还以为你也走了呢。小姐，您的汇款单，香港来的。真对不起，如果这个房子你还想住下去的话，这个房租你就得再付了。这房间不是付过了呀？哦，付过了，但是付的是一年的租金。对呀，是一年呀，我才住了半年。孟小姐，您住进来之前，另外一个女演员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了。
哟，小姐，你回来了，哎，回来就好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哦，你妈把这里盘给我开收衣店了，她还住在楼上。奶奶回来了，不做电影明星了，公司解散了。你的那位孟先生呢？他也不要你了？他呀，心脏病犯了，死了。你转过来让我看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转过来让我看一下肚子。好，赶紧。你没大过肚子啊？贱货你！谁让你回来了？那是我家呀。哟，家里有人啊。妈妈都回来了。你还没有叫娘舅呢。谁是贱货呀？你有没有养你啊？可是啊，你这副样子很好看是吧？生怕人家不知道你肚子里有小孩啊。你打算怎么生？随便。就在家里喊个接生婆吧，不要出去丢人现眼的。随便。我现在连死都不怕，还怕丢人呀？你也不管，那宝宝一样，没你这么养的样子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死了还给他写信。阿莫德啊，侬要接受现实，侬做娘的人了。看这颗红镜，生得多好，一定有好运在等着你。我们也跟着转运了。哎，哎。
他长得跟你还是蛮像的。阿妈的，卸好了，冷掉就不好吃了。娘家就能吃饭，怎么理都不理的。没看见我在喂孩子呀？喂啊，你自己喂。看什么看呀？啥腔调？怎么这样跟娘舅讲话呢？头发还是要讲究一点的好。哎呦，卸脚冻了。阿莫德，你又怎么了？没有没有，阿莫德是在演电影，对吧？阿对。啊，我来我来。当心啊！哎，你的头发要做一做了，跟我到美发厅去。我给你做个最时髦的。时髦的跟他的一样啊？不一样不一样。跟我一样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我可以把工具带过来，就在家里做，一分钱也不收你。你的头发真好，又松又软，我就喜欢这样的头发。别奉承我了，没意思，赶快做吧。做头发不能积累，好事都不能做积累。规矩点，做头发都是这样的，尤其是在家里做头发。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我可不是他啊，让你白吃亏。你还是拍过电影的嘞，一点都不开化。我可是一片好心，不收钱，白给你做头发。闭上眼睛，做头发。我十一个，侬十一吧。
姓王的拿走我两个戒指，你什么时候去要回来？他还偷了我的金表。你自己给他的，你不会自己去要啊？我们在黄浦江里发现了你母亲的尸体，这双鞋是在江边找到的，你确认一下。两戒指呢？拿来。什么戒指啊？什么戒指？你装啥啊你？两戒耳冠换两戒指，你讨大便宜了，王八蛋！愿不养千里马，花盆难栽万年松。让我们把学到的本领用于实践，到车间去，到基层去，到超英赶美的第一线去，出一身大汗，磨一手老茧，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们壮丽的青春。徐老师是不是带你去劳动？对，他还带很多人呢。就是，怎么样？不让我们劳动，自己不劳动。就是，周杰，到。你的发言太好了，向你学习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三班的。你真的申请去郊区工作吗？对啊。那我也跟你去那里吧。
你去那边窗口排队买菜，我在这边买饭，我们一起吃吧。走吧。找什么？找点废东西。那能卖几个钱啊？只知道钱，这些东西能炼钢铁，你不懂。丫头，我都花了。交男朋友啦？没有。不要骗我，我看得出来的。你说有就有。干什么的？同学，我问你，他家里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，没问过他。你连他家境都不知道，就跟人家好了？我知道他是党员，是学校唯一的党员。就因为他是党员啊？党员还不多的是。他思想觉悟高，他是篮球队长，他还会吹口琴。这算什么本事啊？你还不懂男人好坏。这种事情要慢慢筛选，千万不要随便跟男人好，听到没有？哎，等一下，过两天把他带来，让我看看。不要这样盯着人家看，他又不是小偷。看看有什么要紧？我看小邹长得蛮好的，很像高湛飞。高湛飞是谁？高湛飞你都不晓得？也难怪，他演电影出名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。是演电影的？我不喜欢什么电影明星。他们都好吃懒做，是资产阶级的寄生虫。你说的一点不错啊，他们都是寄生虫。不过能过上寄生虫的日子，也是要靠本事的。这哪一双是我的？没关系，随便吧。你用这个吧。小邹家出身一定很好。我们家三代都是工人，我是第一个有文化的。
工人好。现在新社会，工人吃香，有钱人都不吃香了。看好了吧？看好了，我先走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明天见。女孩子，一点架子也没有。说走就走，一点礼貌都不懂，你也太主动，真让我看不下去。市场男人多的是，你明天去跟他断了。干什么？免得你走错一步，后悔一辈子。告诉你，我们已经要结婚了。谁让你结婚了？啊！我不同意，我不会听你的。就是不把我当你的妈，就是后悔生了你，从生下你就没有给我一天好日子过。你要不听我的话，你就给我走。走就走。本来就想离开这个家。这是好事儿。你不是早就想走出这样的家庭吗？你就住到我家来吧。那怎么行啊，不明不白的让人说瞎话。要不住我姐姐家去吧。可以是可以，只怕时间不能住长，在人家家总归受拘束。干脆我们结婚吧。丽丽她勇敢地走出资产阶级家庭，和我们工人相结合，来到我们家，我们一点都不嫌弃。我们会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好好待她的。希望你能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两个人团结进步，白头到老，好不好？好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。好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啊，来。壮壮样子好嘞，少喝点，让我早点抱个孙子。啊，我早就说过他会喝的吧？啊，让我们弟妹给我们唱支歌吧，好不好？我不会唱歌。唱吧，我唱不行吗？还是早醒了，不习惯吧？没有啊。这么早起啊？以后你就先出去跟我妈吃早饭吧。起来，我收拾。你不高兴啊？哪里不是好好的？我知道你不习惯，可我家就这个条件，
你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。我知道，我有准备。丽丽，我们说好要相互帮助，共同进步的。要是有事儿，不要压在心里。我怕以后你要是对我不好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这人不会的。哎，我们不要太小资情调了。阿杰，起床了就出来吃早饭吧。来了，小妹。哥。阿嫂。妈。妈。哎，起来了。哎，快洗脸吧。哎，丽丽，地已经扫过了，妈好留给我扫。洗脸吧。哎呦，妈我来啊，我来我来。阿杰啊，昨天夜里他一个人哭什么呀？没有啊。我都听见了。阿嫂，我来吧。姐，以后这个马桶能不能放外面？放外面，晚上还要用的呀。我一闻到这气味就头晕，晚上睡不好。好嘞，你就是改不了资产阶级生活习气。我什么都能改，这我坐上面上不出的。他怎么还不来吃饭呢？让他去，可能有点不舒服吧。啊，不舒服啊？嗯。丽丽啊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他没事。吃饭吧。你们吃吧。吃完再洗吧。现在不饿。莉莉啊，要是你吃不惯就另吃吧，家里还有一只煤炉。不是的，妈做的菜很好吃的。要不让妈先把饭煮好，你回来弄个菜就行了。哎，这个办法好。安杰最喜欢吃红烧肉了。对啊，我做不好，你烧给他吃。我不会做红烧肉，昨天你要吃自己做好了呀。没关系的，十指连心啊！不信你试一试。我们厂里啊，被机器冲了两个手指的也没这么叫的。我去向他道个歉。没关系，以后工作服我帮你写。
服让别人洗。妈，我来洗。死狗，就晓得吃不晓得养。这又住不下去了，明天我回我家去，免得你们家人看我不舒服。好吧，你嫌弃这儿，我不嫌弃。你不跟我走？我不走，我不愿去你家，我讨厌你妈。你舍得我走？姐，他要怎么让他走呀？你别没出息跟着去啊。知道你会回来，毕竟是我女儿嘛。是不是她欺负你了？你早听我一句，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了。要是再不来，我就永远不跟他一起生活。好好吃顿饭吧，不要再想你的党员同志了。嗯，什么党员不党员？我先让你气死，随便你吧。被子来干什么？啊，我不睡你们家被子，我睡自己的。这是为什么？我脚臭，怕弄脏你家被子。你倒蛮自觉的。
关系进展不乱，我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。啊！你怎么了？家全靠你了，人家乱叫你名字你也不管啊？什么小高啊，周杰。小高真不错，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没碰上这样的男人？这些东西干什么的？扔掉啊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我们怀不上孩子，就是因为这些旧东西太多。谁跟你说的？你不要管，就是这样的。小高啊，哎，过来帮我一下。哎，哎，帮我搬一搬这个床，这里面丢了东西进去了。大的雷，多少年啊，都没有人搬得动这个床。哎呀，拿到了！看那时候我多年轻，多快活呀！啊，这一晃都20多年了。妈，这些东西以后不要再拿出来了，收收好，干脆烧掉算了。烧掉？你先烧掉我算了。哎哎，你看看，你自己看看，你看你像不像高占飞？我不是瞎说的。哎，你这个人要放在从前，早就做明星了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我们在看画报啊。神经病。什么事儿了？啊！我做梦了。没跳呢。哎，你记得黄叔叔吗？他给我拔的牙一点都不痛的。深更半夜的，不是我跟你说，黄医生他那么多年来头发一丝都不白，
真的很神奇的。你想说什么呀？他太太去年得白血病死了。你想嫁他就嫁他吧，我不管。我还没说完呢，黄医生现在住宿舍，他要来的话，你跟小邹就要搬出去了。你还不打个报告申请个房子？我们现在不是有房子吗？我不想在这里住下去。是你自己要住过来的，要不我们就回家。那也不是我的家，我要有我们自己的家。我是党员，怎么能带头向组织上伸手要房子呢？只要我们努力工作，组织上会考虑的。妈，怎么回事？那个黄医生，看看自己多大的岁数，跟人家小护士勾勾搭搭的。你跟他不是一样吗？你，我气死，把我气死，气死你好错了你。还没睡呢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你们以后不会有孩子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工作第一，家庭第二，有没有孩子都一样。不一样，时间长了就不一样。我们不能永远都没有孩子。怎么不一样？你不相信我？你考虑过离婚吗？你愿意，我同意离婚。谢谢你了。
真的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把这给我，把这。丽丽，你到底是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就是有点害怕。你怕什么呢？我怕失去你，日子一天天过下去，我们的感情就一天天的淡下去，没有孩子，到最后只剩下怨恨。如果我们领养一个孩子，会不会好些？是吗？给他取个名字吧。他原来就有名字，叫阿花。多巧啊，老天早就安排好了。是吧，阿花啊。大妈走喽，驾驾驾驾驾，走！哦，阿花骑马，驾驾。给你，阿花。哎呀！又怎么了？阿花，以后洗澡不要叫爸爸。干什么？妈，走进，走进，走进，出来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看你干好事，出来！你干嘛呀你？出来！你干什么？出来！哎呀，你这又是干什么呀？你看你都干什么？你看呀！丽丽。
我求你了，安静点儿。你自己做的好事，你还叫我安静？你看，都是你干的。我去告你，我去告你，我去告你，我要去告你，要去告你。姐，我不应该冤枉你。我说要告你是吓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平静下来，他就会回来的。这手也给了一只，不是戒了吗？
世界啊，快回家了吗？结婚以后一只都不能抽了。这回事。跟你开玩笑的，你病好了，见到你我就好了。外婆，我这次彻底回来了，是真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来来，到光里来，让外婆仔细看看。啊，是有点黑了。外婆呀，你还是明星样子。哎，老了，丑八怪了。一点都不丑。你洗洗啊。嗯，我给你做点吃的。好。哎，那个人他还在追你吗？他考上大学了，下个月就入学。你看我说的吧，你跟他没缘分。他一上了大学啊，就跟你是两路人了，这不是真好？外婆啊，他要走了，我们请他到家里吃顿饭行吗？你跟他一道回来的？没有。我做菜很难吃的哦。小高今年多大了？谁？外婆，你又小高小高的，他是小杜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我跟阿花同年，都是24岁。属狗的，跟你姐姐一样。谁？阿花做你姐姐，差不多吧。阿花比我小啊。是啊，阿花年轻漂亮。外婆以前在香港啊有好多朋友，现在他们都回来托我给他们的孩子们找对象。行了，外婆快吃饭吧。吃吧，别客气。小刚，你考的大学在哪里啊？在兰州。兰州，兰州远的嘞，弄了半天还是到乡下去了。来来来，来喝酒，喝酒。小刚，来。又要孔雀东南飞了。
你带上一份，不要丢了。咱俩都已经合法了，你什么时候向外婆讲啊？要不她老看我不顺眼。我会慢慢跟外婆说的。答应我，到学校不要抽烟了。一个男人连烟都不能抽，那算什么男人？你抽掉的不是烟，是我们的家具、电视机，还有你的学费啊。我做不到。等你毕业了，我们的家安置好了，你再抽。你记着啊，抽完这些不能再抽了。阿花，等放假我就回来。快走吧，我在家等你。没见过戴眼镜睡觉的，没日没夜的，累垮了身体。没关系的，反正我要起床上班了。哪能这样挣钞票了？挣了做什么？挣了还你啊。还我？不晓得拿去给了谁了。外婆，这几年在农场，小杜真的对我很好的。那也不要把自己全都倒赔进去了呀。快，躺下再睡会儿，啊，来。这个人吧，谁呀？庄师母的侄子，小把戏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又让你生气了？没有，他又考了全优，暑假要去实习。我没说错吧？他就没打算回来。是不是啊？阿宝，阿宝，哦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，哎呦，阿花来了，谁来了？他呀，
我约了让你们再见一面的，要不要换换衣服？人呢？走了。走了。外婆，以后我的事情你不要管了，好不好？你跟人家讲好了，人家很认真的，特地从美国跑来。你知道的，我有小度，不要再操心了。你心里就只有小度，他要是不回来，你怎么办？他会回来的。像他这样的人，你回来了又有什么用啊？他连个本地户口都没有，庄师母的侄子在美国，还有博士学位，你年纪不小了，你就考虑考虑你的前途。庄师母的侄子呢？你说哪点比不上小杜？你要是嫁到一个好地方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什么时候啊？告别舞会上，很多同学都特别难受，有一个四川同学还哭了。他性格特别好，我们都叫他山口百惠。是吗？我是说，当初专业就选错了，毕业分配又不理想，没想到我前途，我就害怕。怕什么呀？再考研究生吧。是啊，是不能这么下去了。阿花，我准备去日本深造。去日本？什么时候去啊？很快。半导体呢？阿花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半导体啊？没有。还有我的晚报。阿花，我的晚报你看到没有啊？没看见。晚报也不见了。又给男朋友打电话。哎，喜安。
阿婆，这是我刚刚投进去的。你们家还有日本亲戚啊？我们家海外关系多了。阿婆，这个邮票可以给我吧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好事。什么好事？我今天去医院了，我怀孕了。外婆，你要当太婆了。得打掉，马上打掉。为什么？阿花，我从前就反对你跟那个人好，你不听我的。后来你瞒着我跟他结婚，我拦不住你。你不能再糊涂了。你要这个孩子也不能跟他生啊，他变心了。你又乱讲。阿花，生孩子是人生大事，外婆自己就是走错了一步，错了一辈子。这不一定是错，如果你不走这一步，也许会更糟糕。你不晓得，当年外婆呀，红透了半边天。要是没有你妈，那会是怎么样的好日子？你总是在做梦。做了一辈子了，你怎么就不醒啊？你要我说什么你才能听我这一句呢？挺好，这个孩子我是不许你随便生的。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我偷看了你的信，
在被子底下，你拿吧。本来我不忍心让你看，但这件事你现在必须知道。流产手术吗？跟我来吧。
你是专程为离婚回来的？倒不是，为事儿里办事儿，想顺便办了。打算哪天办？赶在这个时候，可以吗？大学生应该懂得婚姻法，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。你怀孕了？女人总是要怀孕的。谁的？你说是谁的？那好吧，那就等孩子出生之后再离吧。这可由不得你，想不想离婚还要看我高不高兴。阿花，你不会用这事来报复我吧？改天回次家吧，我请你吃饭，到时候再谈离婚的事儿。你可不要客气啊，咱们现在还是夫妻呢，夫妻之间可没有什么客气的。你想提条件就尽管说吧，我会尽量满足你。你想要多少钱？提什么钱呀？那我来付孩子的抚养费吧，每月80元够吗？孩子我生的，我自己养，跟你没关系。那还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呢？你今天夜里睡家里吧，咱们走最后一次夫妻，以后各走各的路，谁也不管谁。流产了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！送我去医院。请你去交一下费吧。他怎么样了？瑞。啊，胎儿没问题，只是回去以后一定要卧床静养，保胎，不能再开玩笑了。
其实那天夜里我根本没睡着。你知道我要干什么吗？知道，我闻见煤气味了。你就没开过煤气？我就知道你不会。要是没有肚子里的孩子，就说不定了。我明天就回日本了，咱俩的事还没了呢。当然没了，我等你回来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把家里钥匙留下。
样的房子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。